如果在选举的时候，参选人帮你付理发的费用，算不算贿选呢？云林县斗南镇有一位参选证明代表的参选人，他电话呢就被调查局的人员监听到，说他要帮选民付理发的费用，因此被检方认定有贿选的嫌疑，后来是收押禁见。你去剃头算我的，就是电话中这样一句话。检察官认为，理发费用已经超过法规，赠品不得超过30块上限，将参选斗南镇民代表的林姓参选人以违法选罢法收押禁见。那剪一颗头发是250块钱，这一位代表的参选人，他与理发店的老板，他共谋，就是有招待免费招待那个有投票权人。免费理发，理发店老板娘大喊冤枉，而民众听到则是认为有可能只是参选人的一句应酬话。我跟你，咱两个好朋友，我跟你立情啦，那嘛是正常的呀，好对不？好，我都介绍你来阮朋友家做。为着200外块，那敢会选票都袂容易安尼？无可能。啊，有当时你，大家。你开讲都咧人少位，啊，拄啊咧讲啥，啊，当时咧讲远，啊，人即马选举安怎啊？面对这起疑似贿选事件，检察官说，涉嫌收贿的人数还在清查当中。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，千万不要为了小恩小惠误触法网，得不偿失。民事新闻郑小青与您报道。